看到张继科爸爸选择儿媳的标准如同找猫，才明白景甜刘诗雯为何果断选择分手。好女孩高一点啊，下一代的这个遗传基因。第二个，找一个医务人员，有了孩子如果干医的，能照顾自己的宝宝。再就是找一个老师也行，老师文化底蕴高，对以后孩子的这个学习成长也是有好处。张爸的三条标准都在为自己的大孙子铺路，完全否定了对方的职业价值，只想着未来儿媳为家里服务。可惜儿子的两届女友没一个符合要求。张继科和刘诗雯恋爱七年，因成绩不佳而受到教练的反对。原以为这对小情侣能越挫越勇，但在张继科爸爸的眼里，奥运冠军刘诗雯个子太矮，完全不符合他的择媳标准。这你都不合格，不能低于1.68米。与此同时，张爸还要求女生素颜必须过关，才能配得上他如此优秀的儿子。我插一句啊，最好是素颜照片，素颜照片。